二号马小加碧玉来到澳大利亚的五岁溜色猛犸。骑师王五美练马是丹尼斯，马主王君宁。一号马冠一狮王来自爱尔兰的四岁栗色公马，骑师初一练马是何以鹏，马主是马静。四号马天禄来自澳大利亚的四岁的褐溜色的公马，骑师王帝练马是张明亮，马主王卫东。我们看一下九号马浴池战将来自澳大利亚的五岁溜色公马，骑师布德扎布练马是蒂达尔，马主陈海涛。十一号马扳手来自新西兰的四岁的溜色公马，骑师田新华练马是何香寿，马主侯兴建。看一下五号马开元盛世来自澳大利亚的六岁的褐溜色的公马，骑师赵新刚练马师张明亮，马主王卫东。看一下六号马帝王风范来自澳大利亚的四岁褐溜色公马，骑师双鹰练马是杨俊，马主安志强。看一下十号马蒙古王一号来自爱尔兰的五岁溜色公马，骑师魏延讨练马师杨俊，马主安志强。七号马金火轮来自澳大利亚的五岁的溜色的公马，骑师赵连化练马是何以鹏，马主新加坡一冠。最后亮相是八号马辟邪剑来自澳大利亚的五岁溜色公马，骑师陆永康练马是陆汝文，马主是中国著名演员洪建涛。出发了，好，马匹出发，各马出的比较顺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，排在比赛最前面的就是紫色财帽的八号马辟邪剑，现在是排在了比赛最前面，也就在半个马位左右。可以看到，外围栏有匹马是金黄色财帽的一号，十一号马扳手排在比赛第二位，差距大概在两个马位左右。现在是内栏的，可以看到四号马天禄已经赶了上来，领先落后大概在两个马位左右。接下来是十一号马扳手，再往后我们可以看到灰色财帽的七号马金火轮，再往下可以看到是六号马帝王风范。我们现在开始过弯了，现在是三个马位排在比赛最前面的还是八号马辟邪剑，它的差距大概在三个马位左右。现在可以看到是可以看到十一号马扳手已经开始加速了，差距在两个马位左右了。第三位的还是四号马天禄，接下来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三四匹马排在中间呢，可以看到有灰色财帽的七号马金火轮。好，最后的直线冲刺，现在可以看到排在最前面的是八号马辟邪剑，辟邪剑现在的差距大概在两个马位左右。在他之后的十一号马扳手，现在加鞭往前冲了最后的350米，两匹马差距几乎是越来越小了，齐头并进。现在可以看到扳手已经超了过了巴弗勒儿子，现在巴弗勒曼达已经超了过最后的200米。现在可以看到守住内栏的十一号马扳手速度越来越快了，外栏另外一匹马也追了上来。可以看到是五号马开元盛世，两匹马差距越来越小了。现在排在比赛最前面的是六号马帝王风范，率先过终点，领先又是在三个马位左右。帝王风范率先冲过比赛终点。好，我们这场比赛是一波三折，在一开始的。